首先使用蓬松头发喷雾粉，将头发的蓬松感带起来。这样抓一抓，它的蓬松感就会慢慢带起来。接着使用完美造型发蜡，将头发线条感抓出来，均匀涂抹在双手上。最后，我们使用头皮蜜粉，将头皮的空洞补起来。韩系蓬松线条感发型完成喽。接着示范英式绅士油头，我们使用发油发蜡二合一。发油的话呢，是能够提升头发亮度；发蜡的话呢，则是会有非常强的定型力跟造型力，任何造型都能够非常好的发挥。无论你是想要贴肤感、自然感、逗号刘海、二分趋势，都能轻松打造。最后呢，使用头皮蜜粉将我们头皮的空洞补起来。完成。大家还喜欢我今天两种发型的示范吗？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他孔还没开，任何造型都能够非常完全掌握。任何造型都能够非常的好发挥。为什么？有根翘起来。我不要碰头发，我不要碰头发，我不要碰头发。好，那根还在翘。想把那根剪掉。大家还喜欢我今天两种发型的示范吗？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。